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翻到嚟玩呢个 Pokemon 嘅改版啦。咁今次改版，相信有啲人都会估到啦，因为近排咧啲改版都唔系好多啦。咁啊，嚟啦，我哋入去啦。咁一睇就知就系绿宝石嘅画面啦。好，我教翻大声啲先啊，因为上次教细声咗嘅。而家大翻少少先。OK， 我得啦。好，咁啊，旧期绿宝石三嘅。系啦，咁之前我玩过旧嘅绿宝石二啦，咁依家就出咗只三啊，都玩啦，因为佢有啲新嘅剧情啦，同埋有新宠嘅。好，我哋嚟啦，小田卷啊 ，OK， 不生的嘟嘟嘟的又系不生的，坏，好 ，L 嗰边啊 ，L 咧 ，L 喺度，好。我先打咗名先啦，啱啱搬嚟嘅，又喺呢个镇，又搭火车，又搭火车啦，好，一齐逼喺呢个车厢啦，又系呢个人样，又系呢个人样，我记得之前已经讲过咧，就系因为呢个人样咧，你系咪都弹呢个样出嚟咧？我以为佢讲紧同自己讲紧嘢咁啊，我谂呢冇特别啊，我哋就啊继续啦，而家连呢个都系都正常嘅，但系头先妈妈嗰度真系唔正常啦，因为妈妈讲嘢又显示你个样出嚟，即系咩意思啫？好，咁咧呢度都冇特别改，冇特别改嘅剧情，我哋都可以快飞啦。系啊，呢啲都系冇特别啦。好，系咪小遥又系？我见到小遥啦，我傻了。OK， 咁我而家上去捉神，捉呢、這个唔系攞呢个御三家小火龙。诶、欸，御三家呢三只、啊，即系奇异种子啊！哇，叫声冇用啦，啲叫声对我嚟讲，苗蛙种子去看小遥吧。好，我有哥会去合众地区，一嚟咧都会好喜爱精灵，相信我离开后咧，人依然咧会继续饲养佢哋嘅。OK， 呢一度就系可以捉嗰三只嘢，但系我冇乜兴趣捉三只嘢嘅。另外，之前都有规则话限定捉啲咩虫啊，但系今次我都仲未谂捉啲咩虫啊，系啦，玩咗第一集先之后我再谂啦。系啊，哇哇唔够大只，呢只五厘嘅狗仔。家门犬啊，呢啲系四脚爬爬，顶一跳落去添。好，成文行 OK 啊，升下呢先啦。好，小拉打呢啲轻松啦，成文行呢啲轻松啦。寄种啊，得到寄种得天下。我系奇异种子，咩属性咩特性啊？加特防减特攻，唔系话咁即系玩盾啦。好，我哋走啦。八咧，三十，好，四咧，差唔多啦，我哋可以上去啦。八咧，九咧，藤边都学埋啦，可以上去灭咗对手啦。唔知道劲敌会唔会劲咧？真系，好，哇，佢啲地图都应该有未发，哇，木Q 啊，木属性精灵啊，木属性训练家都得嘅，其实家门雀呢度，嚟啦，小姚，喂。企鹅仔喎，好嚟啦，火箭雞啫都系，啊冇特别啦，轻松啦，打爆啊，搞掂，翻研究室，好，呢度好似冇乜点改变啦，剧情上，最记，其实教育绿宝石我都冇乜记忆，系啦，好似去到后期有啲咩究极异兽嗰啲嘛，吓究极异兽跟住打嗰啲打嗰啲首领啊嘛，系啦，我记得打啲首领有啲系，哇，千十咧，呢啲咁嘅兔仔十咧，好在我黑住佢嘅，美纳，莲叶童子，好，边个，好，短裤小子阿勇呢个叫，呢度咁样落去啊，呢度点样过去噶？呢度入去，咦，新地图嚟噶，系呢个咩地图嚟噶？土狼犬，我喺嗰度出去啊 ，OK， 得两呢喎呢把嘢，三呢，两呢，即系斋行都得啦，系嘛？咦，唔啱路，好多怪啊，十二呢，咦，
有个究极，有个虫洞喺中间。究极虫洞点啊？嘿，睇下可以嘅人物。嗯，原来只系后生仔，我名麦丹啊。呢、這个系阿罗拉地区嘅恶骇大师，好似系。最近抵达咧丰原地区调查啲奇怪的洞穴，你知道关于呢啲奇奇怪嘅乜知道？呢啲奇怪嘅洞穴咧，称之为究极之洞啊。据说连接住咧世界各地，去到平行时空同埋异世界嘅危险洞穴。洞穴咧成日都会出现啲危险嘅精灵啊，甚至会出现不属于精灵嘅怪物，最好小心唔好靠近呢啲洞穴咧。被我同我嘅团队已经封锁并且监视，我啱睇系好可疑。等我睇下你嘅卡片，我垃圾一件。今日咧会监视住你嘅行动，唔好再令我咧怀疑，小心我将你逮捕。OK， 查我身份证佢，可能警察唔同啲，即查我牌。好 ，OK， 应该就系呢度上次都冇呢啲剧情啊，上次。OK， 出去啦。哇，呢个洞穴真系，洞穴真系辛苦行呢洞穴，最憎行呢啲咁长又迷宫型有咁多草嘅洞穴噶咯。好，咁呢度都应该冇特别噶啦，都可以快飞噶啦。做训练家小光都可以捉拉奥拉斯啊，系嘛？好，搞掂。OK， 打杜鹃，杜鹃就系岩石属性啦。如果佢冇咩大嘅困难改变，应该系轻松打赢嘅我。啊，奇异啊，唔系，奇异种子系可以轻松。哇，拜老球菇，细粒嗰只。哇！你食药？黐线！呢个时候你仲食药咁串？催粉喎、哦，催粉要咯，唔要毒粉咯，系咯。虽然毒粉嘅时候可以屈人机嘅，好想玩下草队嘅，突然之间好多草虫，有闲路草呢啲，哇！有腾腾蛇添，呢啲神虫。诶、欸，等等，唔好急住入去，有野生嘅精灵生活喺森林入面嘅。喂、欸，你好啊，我系大木啊，你即系精灵博士，我来自关东，我有调查咧最近嘅异常洞穴。诶、欸，你手上图鉴，我、哦、原来你系丰原地区嘅图鉴所嘅持有人啊，得俾我睇下先。我、哦、见咗七只，捉个零只啦，快啲去捉虫啦。哦，原来系咁啊嘛，你个名小田卷俾你嘅博士，既然你收集紧完成紧图鉴，俾份礼物啦。拣一只中耳，红色、蓝色、四狐先。红色、蓝色定蓝色咧？衣背，你精灵旅程要开始啊！充满同埋精灵嘅梦想，同埋冒险嘅世界等着我哋，后会有期。哦，加密防减速，拍档衣背，红色系比加超啊！真系，哇、哦、女仔添啊，仲要女仔唔得，近身攻击对对手麻痹，有咩特别啊？呢啲？我唔知有咩特别喎，系咪劲啲噶？哇，系劲好多喎，好似算唔算呢？哇，唔系比加超原本劲过奇异种，真系正常。拎多只衣背，拎多次衣背睇下先。加密攻减特攻，就 OK， 就咁啦。适应力啊，唉，点啊 ？perfect 嘅，可以行啦。虫系大队，准备打爆你哋。喂，见到呢只嘢真系唔方开胃。系咁变眼，黐线嘅，撞爆佢，撞爆佢，撞爆佢，得搞掂啊！解麻药，咦？呢有条新路喎，一打虫系真系好烦，我草系打，你又变眼，好吸射 ，BP 小补剂。呢度咧，呢度应该就系原本剧情嗰度啦，系啦，应该系啦。蘑蘑菇真系阿当伊夫，本打算偷袭你，但好似咧准备喺华产华森林咧留一世啊，等你等唔切你出去我就入嚟啦，就系你啦，德文研究员，将资料交出嚟。OK， 我呢只系二打啦，我四倍要打佢。OK， 超级球送，细个以为超级球系好劲，点知大个先知原来超级球废。以为系啲咩必足球定乜鬼嘢，跟原来废的。哇！超能力啊，死仔包啊！哇！佢仲要正范啲俾条友，会唔会太串？哦，
欸，呢只正，眼霜又得，诶滴珠喎正，我滴珠都进化。好，有条新路呢度有，哦，呢度都有啲草丛玩，外兽发现伤药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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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继续。啊，呢度又系啲烦嘢，先打呢只齿轮啦，呢度摇尾巴，跟住再吹呢只，再摇尾巴，哇顶死咗。咁啊，边女咯，我定瞓佢觉啦。哇，哇输啊，黐线啊，唔够打喎，要升一升只衣背，升个衣背都好啊。话时话，都几劲啊衣背，大牙你，电光石火仲劲。哇，火雀、木面球呢啲普通嘢啦，都系。七咧，不过伊贝嘅话冇格斗，佢又打唔赢嗰啲咁嘅钢系。头先嗰度用火先打赢，火落埋格斗先痛，所以呢度用火冲啊有着数啦，系啦。就算佢系，就算系喷火龙嘅话咧，用火冲有着数，水系都得，但系草系呢度就唔着数，打唔入去。九咧，差唔多啦，升到一咧都差唔多啦。想瞓我搞，打埋一隻搞掂，十咧二连踢正，好明显呢只伊贝系 less 高嘅伊贝啦，因为正常嚟讲伊贝系唔会有二连踢呢啲技能嘅，咁即系可能都有机会可以学到咩特攻技嗰啲啦，系嘛？依家唔系咁，比加超咪劲啲咯，系因为比加超系先制雷技嚟嘅，如果系咁，不过唔紧要啦。我哋有固执已经 OK 了，我觉得准备砌低个双打仔，落冰雹二连踢，踢落多多冰炉，边啊多多冰炉，哇冰封死啦咁就，哇好屈机啊，黐孖筋又输啦，诶有机会赢喎，食药啦呢个时候梗系，哇麻痹，嘎嘎嘎嘎，好你都食得多药啦算。我而家开始面对打呢啲咁嘅电脑咧，我都会醒目咁食药，适当嘅时候食药好紧要嘅。呢个做咩有条友企喺度嘅？德文公司我哋简称德文，嗰个公司咧发明咗好多方便嘅工具。德文公司我哋简称德文，咁仲有其他简称咩？德工啊，自动机咧，居士，好换啊！哎，用错技了，黐线！好，我哋去探险去打呢个道馆先啦，系啦，去打试一试打道馆。呢啲做乜有条企喺度嘅？啲好似好犀利咁，我睇佢装扮。H03貌似有啲眼熟喎，喺呢度揾到啲德文公司废嘅精灵球，经过加工可以用。话说原来你系我客人，真系犹豫，只怕去水镜市乘搭皇家合众号离开丰原，喺沿途我哋喺未白镇再进行最后一次交易。就乜，唔系好清楚佢讲咩？哦，呢啲轻松啦，二连踢，哇咬嗰度咧，好，果然呢度唔系 Pokemon Let's Go，Pokemon Let's Go 就轻松好多啦，变四啦，阿罗拉，变四啦，小人。哦，喂呢只岩石你玩我啊？呢超能力嚟，搞掂，轻松打赢啦！如果奇异种子唔系话几种先，吸多下先啦。好在唔中，大眼射变射啦！喂，麻痹，唔好啊！好波系咪咩啊？超不备啊！下一只。系咯，超不比吹 ，Oh my god， 输啦！我点解会喺呢度出身嘅？我咁过瘾嘅，喺呢条柱度出身。好，今次一定赢到佢。呀屎啊！大岩石，哇，好麻烦啊！呢个麻痹真系，大家都冇中。喂，
低能第四下先中，又唔中，几中？食嘅，食药啦，梗系呢个时候。拜，搞掂。虽然靠药食啊，但系佢啲管主都系靠药先打赢我嘅。之前一边去别挡路，有啲抢包裹情节。好，呢、這个地图其实改变咗好多嘅都。即系比起以往，呢只超能力猫，哇、哦！呢只我记得之前又系靠呢只嘅，呢只又系超劲嘅。佢个攻击啊，哇，犀利咯！佢个攻击简直堪称完美。喂，喺度屈保护，肯定射远啲，飞刀，飞刀 ，very good。小皮又系啲孤扭扭啦，爆音怪，哇！呢只仲死得快，呢只好明显系俾火系一个咩啊？一个嘅阻挡啦，叫做系啊拦截啊，因为火系打呢只都唔算话太痛，但系呢一个属性系完全食住火系嘅，佢系咩水地？好，又交俾大吴嘅信啦，跟住我而家应该系要。试一试嗰部机啊，系啦，打俾董事长，对战呼叫，搞掂，好，跟住我哋到打呢个劲敌，翻嚟回先，嚟啦，劲敌，我都系嗰啲轻松啦，我咩时候有火焰旋火打我，搞掂。太易打啦，应该之后先至难打系嘛？即系嗰啲咩，又系嗰啲首领啊，邪恶首领、邪恶组织首领啊，咩火箭兵团啊，咩水舰队、海水舰队啊、熔岩团嗰啲，嗰啲应该会劲啲嘅，系啦。今集时间嚟到呢度先，我哋下集继续，咁先，拜拜。